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什么？是爱心物资，回台中办那个二手市集的东西啊。伟大，还好。我们这一集是全实境，然后我们的店家都没有瞧。啊，是啊，就要你们自己去瞧。真的，因为我们是十点集合嘛。嗯，我们来看有谁迟到。十点集合，要五十一分，一个金石的老艺人，好不好？哇，早，早，现在几分了？9:55。你下巴怎么了？刮胡刀，刮到早上血停不下来。哎，威廉哥，这次难得。早来耶，难得吗？朵拉那是长期是会有一点晚的3-5分钟啊，因为他有长期就是出门大便的习惯。对对，冯姐，他都在捷运站上厕所。7:07，你为什么才一天带这么大的事情？哦，他也是要那个要做公益啊。你下巴怎么了？打架。为什么在录？怎么了？哒哒哒哒哒哒哒。跨年跨年跨年。哎，赔偿都不是我迟到。那你说谁最常迟到？今天他们什么店家都没有约，然后叫我们自己要去找自己撞。我们有一些口袋名单呐，嗯，然后我们要找浮夸又便宜的小吃，嗯，小吃，然后要浮夸哦。先画脸呐，然后他就说今天迟到要画脸，爱迟到就好了，3个字。我才没有爱迟到嘞。一早就被惩罚。自己算漂亮。我们3个里面是最漂亮的，而且你今天特别漂亮。这可以播，这是我。我觉得麻酱很厉害，浓浓哎。点一个可以吃两个口味，很赞。变成吗？太快了吧！哦，要洗澡，对，要洗澡。是我们带着脸盆，你带多大就帮你装多少冰。是哦。带了。酱料再沾住，哇，就是这么奢侈，你知道吗？100倍，很鲜呢。那汤卷里面的料应该就会跟一般素面卷一样，简单的过水，再洗一点点。来的是只是一碗活着。你好啊，你好，我们是时尚玩家。不得了，这怎么哇？你做的一根香肠，哇！你的是有爱心，整个都表现出来了。到了，到了，下车喽！下车喽！下车，下车！到了的，再见。我知道了。有没有？可爱啊！哎，你这样比较性感。不过我们到底要干嘛啦？因为是这样，第一间店我们先安排。哦，那这样我们就了解，感受一下你要的是什么风格。你们是觉得自己内心中有一种空空的感觉，有一种很不踏实的感觉。我们是早餐店，是不是？哦，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哎，他说无敌海景馒头蛋。一个人最多可以限定5颗，它的高大概14公分，我做成16公分，真的，哇，就越来越多。啊，这样1颗是多少钱？75块，75块，很 OK 哎，这个感觉可以2到3个人吃，我觉得可以，因为我们都小姐一个人吃嘛，一个人吃哦，真的，好吧，一样，吃了不一样，它好像很适合我，没有男朋友的时候就吃这个。好扯哦！哎，我手机算大哦，真的是这样哦。这一定是做功课的才会找得到这么浮夸的，不然我随便找，你找得到？怎么找？
等一下观众会来信，我寄了一堆信了。它就是一个巨无霸汉堡的概念。这个有一点像是我在整理出国的行李。就是能塞什么就塞什么，炸出来。对对啊，对，里面油条嘛，然后肉排、火腿片、起司、葱蛋，葱蛋，而且它的花生酱是两个满出来的，是炸出来还是放在？炸出来是炸出来的。我点交给你，我很加油。这样做不聪明啊。冬姐现在实境，大家就想说我做自己，我真的是要批评的。然后我的 OK 绷快掉下来了，哇，好背哦，还没止血。哎，你在旁边一咬一口料。不是，实境没有叫你们实在惨，然后你另外拿起来再咬一口。它的那个花生酱也不是给你很甜的那种，对，还吃得到那个肉排的那个煎过的那个香气啊，那都很好吃哎。如果会大火吃的话，很一定很好吃。嘴巴一张开，我给崩掉下来。而且它的花生酱是有颗粒感。来，我建议大家先把油条拿下来，然后这样压一下再吃。哦。其实我觉得它的灵魂除了那个花生酱之外，它的蛋其实超级有存在感，就可能整个里面其实最有咸味咸香味的是那个葱蛋，葱的甜跟它的调味它是做的比较咸口，但是你一配上那个花生酱，对，瞬间变成欧姆蛋，然后你再去咬到其他的配料就会有不同，咬到不同的肉会有不同的感胖。那我现在咬上，然后这样正面哦，对，哎呦，正面，对，正面干了，正面干了，哇，大你真的是全部料都咬到哎，哎，真的好满的料，好料，馒头非常好吃，跟花生酱好搭，烧泡菜，泡菜猪肉，真的有炒泡菜猪肉，他们口味都算不常见，哇，那个泡菜汁哇。我对他们泡菜好惊艳啊！烧饼真的很厉害，它是非常非常的脆，它微微带酥，然后又不能让它失去完全的水分，所以你在吃在那种干跟酥之间，你吃到那种脆香，哦，很好吃，它泡菜完全是我最喜欢的，对，酸度跟辣度有带起来，但是它不会咸，配那个猪肉的肉排，肉排本身有腌制过，对，配它的调味就会变刚刚好，超好吃，很像我们在韩国吃泡菜炒猪肉，对，泡菜超好吃，对不对？很难想象在一个早餐店40年的台式早餐店吃到这个，而且它烧饼，我们刚刚其实上桌到现在有放了一下子哦。那除了最里面那一层稍微浸到泡菜汁有点软以外，它外面每一层都是酥的，像千层饼的感觉，对，好好吃哦，有，很好，烧饼很厉害。你会因为你明明就已经吃饱，你还忍不住回头再吃几口，对啊，好好吃，对。来 ，OK， 谢谢，谢谢老板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上车了，全部坐前面是啊？啊，咱们两个怎么办？谁啊？所以丰田要开车就对了。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全实境节目哈，剧情里面都是艺人自己开车。那我去开好了。威廉哥开好了。别骗人的。哎，不好意思啦，台湾实境都这么做了。哎呀，好。好，可以吗？好，来，我现在来布达，下一个地方，台中雾峰。现在要开到雾峰。因为观众来信呐，说那边有一间好像蛮厉害的控肉饭。哪一位观众？要这么实际？威廉哥要开2个小时的车，然后我们两个废物在后面。不敢这样啦，你让我们化脸啊，然后我们就请司机再回到他的驾驶座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哎，这个是懒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是啊，对。轻松的目的终于达成了。那我们好懒，根本就是实境化脸节目。好，来走吧。好，我们来走。不是说要去雾峰吗？对啊，我们醒来，然后在第二市场这里，然后他突然跟我说，哎，有个店家在里面，然后他们也没有联络，这是很不负责任的渣男行为。渣男本来要去雾峰，但是因为夜市街已经过了，
对，所以我们就干脆先来这里。是投稿的吗？啊，对，也是第三个观众朋友，网友推荐的，推荐啊，但是没有联络，是不是？没有联络，待会哈，我们大鸡会远远的拍，获得老板娘首肯，你再挥手。姐姐，你真的认识那个白干面那个？认识哦，很熟吗？很熟啊。你陪我去跟他说，让我们拍摄好不好？可以啊。你怎么称呼你？姐姐。莎莉姐。莎莉姐姐要带我们闯关。莎莉姐姐冲很快哎。好。哎。采访吗？可以吗？哦。还是我们可以买了去旁边坐着吃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好。姐姐，我们不拍你哦。看到没有 ？OK OK。看到没有？那这个有。藕桂吗？是藕桂挑吗？还有那个菜桃桂。哎，它这里有很多什么六合一、七合一的感觉，很厉害。它也有那个刚刚说的澎湃白干面，然后可以自己加那个料。好，应该有符合浮夸的主题。对对对。什么几合一？只要看到合一，我们全部点。跳墙！对呀，我们的龙虾玩家。这是什么呢？麻将。镇店之宝。龙点现在在晃。放放放放放放放。有人主，因为他不知道到底要干嘛。谢谢。有看到你。好，谢谢谢谢。七合一 ，OK 的，有荷包蛋，有蛋，有洋葱，咸猪肉，咸猪肉，藕桂，对，米肠，萝卜糕，哇，好特别的一种搭配啊！哦，那我们一人选一个，我来一个藕桂，已经煎到有一点微焦了，很脆，很脆。然后因为它的酱应该是米酱，就是让那个沾霸王的那一种米酱，所以它微微带甜。对，然后再加上它的洋葱是那种有带点酸甜的那种口感，而且完全能够吃到它的芋头那种香气。哎呦，米肠，米肠いただきます。然后米肠也是煎到这边是硬的、脆的，对，然后里面那种米绵绵的，已经就是没有那种米的颗粒感。我觉得不能错过的应该是萝卜糕，对，必吃。它的酱除了有点像那个霸王那个米酱之外，它没有加东泉吧？没有，有甜辣酱的那种香气。第二市场萝卜糕是真的特别好吃，因为你会觉得它里面那个糕点它有磨到特别细，你咬下去几乎有点类似像那种讲果冻有点太荒谬，但是差不多是那个逻辑，就是你一含它，你会觉得它里面的那个浆就瞬间绵掉化开，而且他们真的很会煎呢，他们就是每一个外层，他都是把它煎到很像有一个小酥皮在外面的感觉。上菜喽！哎呦，这边猪杂汤，汤都可以再加，都免费加。然后这个面的话可以二吃，先吃原味，然后再加麻酱。腌制原味再吃麻酱，好特别的搭配。对，它料很多，它就藕莲吧，藕莲，然后有肉，蛙莲吗？超多的，丸子。上面是肉粽啊，油豆腐，然后里面还有空心菜，而且它面是这种有点像意面的那种宽的面哎。对，这个是什么？那个白干面。然后他说先一开始可以先吃它原味，然后等一下你也可以再加麻酱。这好像是满汉全席。对啊，也不浮夸的。它的调味是什么？好好吃哦，它的那个油特别香。应该还有那些卤，就是他们自己的卤汁。对，这个吗？都有啊，好好吃哦。对，它集合了所有就是好吃干面的元素。对，面体要有点 Q 劲。对，然后加上它的油葱的巴附，非常非常好吃。我想即使现在不加干面都很厉害，魔性搅干面。非常非常舒服，猪油跟油葱酥那种炒过加热过之后并出来的那一种香气，可是它拌在面上面，你不会觉得那是油，你会觉得它很像勾芡的汁的那种感觉。而且我刚刚咬到它一块肉，肉超级好吃，咬下去那个肉汁的味道超级鲜美，好好吃，很好吃，来，一直是黄金比例，我觉得麻酱很厉害，很浓哎，点一个可以吃两个口味很赞哎，对，汤还可以续，赚到，难怪人家。客人络绎不绝，真的。对，变成了，太快了吧！
好不好吃？好，好好吃哦。哎，它的麻酱真的一吃就有那个麻酱的香气，嗯，足够，嗯。加，刚刚单吃已经觉得超好吃，加了麻酱之后，你可以想象它的那个好吃度跟它的香气是乘以二，它浓稠度也像有点到花生酱那样，可是你跟面拌在一起，跟它的油混合在一起之后，超级好入口，甚至你会怀疑它是不是有加了那种核桃啊坚果类，超级爆香。我自己本身不喜欢麻酱，对，坦白说，但是呢，它的那个麻酱呢？是非常非常的香，但是我还是投原味一票。我投麻酱，我绝对投麻酱。我是酱，对，我们两个投麻酱。来来来，我们来喝个汤。这是猪血大肠汤。猪杂啊，猪杂汤，它就是猪杂。猪杂。猪血大肠，超好喝。嗯，你一定要喝，它的韵味非常的长，但是你却不会觉得它有任何的油腻，因为市场很近嘛。对，全部一定都是用文具的，最新鲜的，所以它没有那些猪的那些膻味啊。而且你中间咀嚼所有的内脏或者肠子，甚至肉类，它的那个味道是超级丰富，然后有肉汁、有肉感、有内脏香，好赞，汤超赞。这外面的那种两三碗汤的料的量。所以在这边根本不用点小菜，这真的可以每天来哎。是这个就超，尤其是月底的时候，捡便宜小队。我喜欢汤哎。哎，我好喜欢，好喜欢这间。这是比较会菜啊。嗯。好厉害。嗯。嗨，学姐。你在干嘛？在看棒球。因为今天这一集的一切太像谜团了，对对对，我们毫无准备。下一届我们的机器是要拿起来，那么我们下一届也没有联络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出击，我们先三个一起出击，把面线当成酱料在沾上，哇，就是这么奢侈，比鸡饭大100倍，很鲜呢，哇，你获得一根香肠，哇。你的是有爱心的，这是暗示吗？整个都表现出来。下一届也没有联络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出击，我们先三个一起去，真的确认一下，也没有问过老板啊，我们再进去拍。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偷懒，偷网友的招。对，我想了三天三夜，我也去问他可不可以拍。这一间，坐。哦，面线店呢？面线店，你好，我们是时尚玩家热血48小时，我们可以拍摄吗？拍摄，对。可以采访你们吗？听说因为我有网友跟我们推荐，然后说你们家的面就是特别的浮夸，然后 CP 值很高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哈。我们整个摄影团会进来。那等一下，大概20几个人。快点，快，正式访问。好了。听说你们的餐次非常的浮夸。应该说是料很满，那满意面线是所有的料都有，对，就是四种料都有，大肠的大肠、鹅啊、鸡肉羹是我们自己研发的，然后做的肉羹，对，里面是鸡胸肉，然后外面有肉酱。哦。是，真的是满出来，溢出来，而且像这么大碗就90块，四种料哎，这是肉羹，对对，然后这个就是鱼羹，就是石磨鱼羹9层塔，嗯，来把它拌一下，要不要加一点醋哎？哎呦，要吧，加一下，来烙一下，烙一下，哦，这个就是一人份，你这买一碗回去就两个人吃差不多，来，平断一个面线糊或者面线。就是从它的高汤，它是有花时间去熬煮出来的石磨鱼丸，感觉是真的有鱼肉在里面，所以它那个海味就会比较明显，嗯，那很好吃，这跟面线是搭的，很好吃哦。它的锅件算是很比较勾的，很勾哎，而且威廉哥说的高汤，对，觉得它很厚实的味道在里面，肉羹也很好吃。它外面吸收了这个汤汁，对，然后里面保留了它那个人家类似腌制过的那个香气，是，那这个很好吃，厉害，啊，鱼丸跟大肠，好，这个搭配很赞，第一口
口都会是被它汤头吓到。嗯，比如像鱼或鱼骨烧、鱼肝那种熬过的汤，然后加那个萝旁边那种笋丝、萝卜丝的那种甜味，真是做的很浓稠，就是真的面线糊。有时候会怕这种太稠，因为你会怕喝下去一坨，一坨东西留在嘴巴的那种勾芡很可怕。可是它是顺顺的、滑顺的放进嘴里，你还是有一点可以吃到面线的口感，但它偏软绵。嗯，就是我好喜欢那个石目鱼丸，石目鱼丸很好吃。石目鱼丸我给极高分。哦，好好吃哦。哎，对啊，你知道吗？刚我吃到一个香菇肉羹，超级香。它反而是丸类特别厉害，而且是感觉到那种手工的弹性，跟它那个香菇用干香菇去发过泡过的那种香气，是弹的，你会觉得像贡丸的质地。可是它的中段哦，中间完全是肉感，就你咬到那种排骨酥的里面，香菇味、肉味都超它有点像香菇贡丸这样的感觉。哦，这个很强，很强哎。这个是他那个招牌，对，一碗60块，可以吃到所有的料，而且我觉得他们都处理好，料很实在，真的两到三人份吃也 OK， 完全 OK。这一家，但不止这个，对，有更厉害的，来了，来了，哇，哦，哇，太强了，这个叫什么？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。它把鹅阿汉的生蚝的概念，对，它是广岛牡蛎，哇，厉害！牡蛎蛋蛋菜，或是炖龙虾，还有鱼丸肉羹、大肠，它比那种日本什么豪华拉面啊都还要狠。它这个价钱是不是多少？688，688，688有龙虾划算哎，它蛋菜这么多哎，太夸张，把它移走。让他去那个碗里。对，那我就来弄个。这太奢华了。广岛牡蛎，好，好不好？哦。哇，那种牡蛎的那种扎实那种。而且你刚刚这样对我们讲话，我闻到牡蛎的味道。很香啊。很明显。很明显，很明显。啊，我先吃蛋菜啦，来蛋菜。蛋菜跟面线，好搭哦，面线和高汤的那个香气，让蛋菜的那种香甜味变得更浓，比烤的还要浓，面线突然变成它的酱料的感觉，好好吃哦，蛋菜我吓到了，哎呀，好会剥，站着吃，站着吃，小心咳，哇，哦，很鲜哎。肉羹是超级无敌甜，而搭配这个，它有带那种蒜香啊，还有咸味。对，哦，不觉得很像酱汁吗？对，它配这些海鲜变得好像酱料。我跟你看，手算是很有力的。来，给你。哎，你要给我？天哪！有看过有人拿海鲜，然后把面线当成酱料在沾桌上？哇，就是这么奢侈。欸，其实我觉得它有比稀饭还搭，比稀饭搭100倍，好好吃。我觉得当龙虾碰到这个汤头之后，它面线已经超越面线本身了。对，哇，哦，拍起，哇，哦，拍起，哦，不好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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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被瞎射了，被瞎射，好坏，好坏，好坏，连那个卫生纸上面都是，难免啦，对。对，哎，我要怎么接回来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它配上这个也有点像我们吃炸锤，火锅煮到最后，所有精华在汤里，然后你配着龙虾肉一起吃，那一种感觉，浓度真的是很像炸锤，对啊，变浓缩的感觉。很想问，很想举手问说，可以帮我们打那个蛋花进去吗？哎，对。很甜的，我觉得龙虾算蛮甜，很甜，厉害厉害，很会找，好吃，厉害。好，早上已经来到了这个彰化西湖。什么意思？这有必要吃尽成这样子吗？要喷别人呢？是，闻到了美食的味道。这个店家呢，我们也会有一点点的小感冒的感觉，实际嘛，所以也没有谁。然后这个店家他也不给我们访问哦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佯装成一般的顾客嘛。对，哦，自己去买，买出来吃。好久没被拒绝了。尤其我们这个市场小霸王，他的浮夸。
发是在它的便当的肉很大，对，以及听说它有超大根的香肠，对，我们就直接什么肉都买在买起来，对。嗨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排队排队，哇，好大哦，它那个香肠探头出来，哎，你好，这样子，哎，啊，你都怎么点？嘴巴，停下，三片就是排骨、鸡腿跟鸡排，对，然后再加香肠。潘水，潘水，吓一跳，你好，我要来买便当，可以吗？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们可以简单访问你一下吗？好，我们简单聊天可以吗？我爱公爵，别当公爵，别当公爵，去谈一下好不好？你们的香肠怎么那么大根啊？对啊，怎么那么大？前排就有啦。什么？哇！你坐到一根香肠。这才是真的超大，真的。这比丰年啊，这跟丰年的手差不多哎。好赞哎！而且怎么就快死去了，好突然哦。它的皮是超脆的那种，很好吃的香肠哎，而且微微像有点蜜汁的那种感觉。来，我要点快一点点，不然影响到后面。对对对对。我要双拼，鸡腿鸡排。我也要双拼，我要。鸡排排骨也是两个，那我要鸡腿跟排骨双拼。哎，你看香肠这个肉出来好巨哦，你知道远远掉，看香肠这个肉出来。哇，这个香肠！开炮！哎，这是什么？看肉出来就可以先咬香肠。谢谢谢谢，是我吗？好哟，哎，其实拿着这个。好高调，我们超强便当，吃还蛮Q条的哦。而且只有丰田的有两个蛋呢，还有两个蛋哦，两个蛋加一个什么？走走走，我们去找地方吃。而且只有丰田的上面有画爱心哦。啊！怎样？什么事？那个姐姐让我们进去。潘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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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紧救姐，收台，收台，不想加分了。来来来，阿哥有多啊？几多酒啊？哦，阿姐是水大姐水姐，哎呦，哇，哇，对，上电视的电视台唱歌啊，当然就来请假嘛，是不是啊？有啊，真方便哦。这算是我们一个小小的突破了。哎，那拍手拍好久。对啊，有观众啊，对啊。他找到这个很好的地方，还有冷气，好幸福。何必还要跑到丰原呢？好，谢谢姐姐。来，我们先打开看看，看看我们这个崇拜的电视。这个是武器吧？我都在想，他们这个橡皮筋到底是怎么绑上去？哇塞，哇塞，哇！这个是排骨跟鸡腿。我都是哎，鸡排跟鸡腿。对。哎呦，啊这个嘞？丰田。哇！你的是有爱心。是吗？整个都表现出来。哎，这个是你有健身的时候，你手不手会这样？老板对他的爱，又不是我们做的，是老板。老板娘自己的，对对对。你们还没吃午餐，对不对？还没。啊，那你吃一个香肠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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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所以你吃香肠，所以你吃香肠来。拍手什么？全部人都拍手。有吃过他们的香肠吗？对，有，非常蛮好吃的。我们工作人员笑出猪脚。尊重。你这是隐藏版的啦。你的那个是丰田版。丰田版。其实那每一样其实真的都是偏巨。他连排骨鸡排都好大一片。哦。它是走那种传统型台式的啊，国地瓜粉那种。对，然后它的粉非常非常的香，它的肉虽然说没有到很厚，但是吃起来的肉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。嗯，这我喜欢这个，香味酱香很明显，排骨好吃，有点腌过，然后带一点甘香跟甜香，还有它外面的那个皮又炸得非常非常酥，好好吃哦，要不要吃鸡排看看？好，鸡排看看，哎，它的果粉就不一样了，鸡排。我现在鸡排在我心中超越排骨，立刻喝起来啊！喝起来，喝起来，喝起来！哎，就是
他的意思就是他要拿出来了。泡豆也得。哦，阿里森。哇，吃炸的再喝茶，哎，超好吃。仙女泡茶。哦，你的继续讲鸡排，它的肉比排骨再更厚实一点，鸡汁超多的那种，而且它的皮非常好吃，超多汁的。它皮是已经炸出一种空气感，带有一点点甜香跟胡椒香的那种皮，但是你会觉得它很像脆皮泡芙的那种，是脆感、空气感超明显的鸡排。那中间还有一层，它微微那种类似像鸡皮的那种油脂，带一点 Q 的那种油，对，很好吃。吃鸡腿了，鸡腿。它的鸡腿肉也非常非常嫩，完全不会有太干哦，真的耶，它是更胡椒味比较明显，好爽，超多汁的，你看油亮亮的，我好喜欢，你不觉得炸鸡腿薄皮嫩鸡烤鸡的那种感觉，对对对，有烤鸡感，跟鸡排不同风格，哎，是，真的有那种烤鸡薄皮嫩鸡感，对不对？好好吃。因为老板娘人很好啊，怎么会有网路写说什么她很凶？对啊，有吗？你没有被吼？哎呦，吼！哈哈，我好像有意见了。他对我很好，他对你很好哈。有些网友会是，只要可能人家在忙，没有在笑，有时候就会因为这样被打一星。还有再加上那种忙的店家呢，对，基本上你要点什么，你自己要先想啊。对对对，到了上面说，我什么什么什么，吃饱了啊，吃饱了。那我们来鱼性节目好不好？哎，这个算是桌边秀了，你不要嘛？你们刚刚不是说真的假的？你不害羞了？没关系，下次来如果买便当来，得一个婷姐。我以为你要跟人家干杯。谢谢你们借我们地方。来来来，丰田，干嘛？怎么样？太大声了，太大声了，太大声了。怎样？怎么了？干嘛那么神秘？等一下这一件呢？因为之前另外一个节目想要访问他们，但他们被拒绝，然后也是，我们啊，所以这一个是完全。连拍摄都不让我们拍了，对。对，炸春卷里面的料应该就会跟一般素卷卷一样，简单的过程。来，请进，请进。走。来，此时又一台摩托车经过。你好啊，你好，我们是时尚玩家。很可怜。你要洗澡？是昨天。是我们带着脸盆，你带多大就帮你装多少冰。是哦。干嘛？怎么样？太大声了，太大声了，太大声！怎样？怎么了？干嘛那么神秘？停下这一件呢？因为之前另外一个节目想要访问他们，但他们被拒绝，然后也是，我们啊，所以这一个是完全连拍摄都不让我们拍了，对。对，但是我们可以去买嘛，我们当一般的客人去买，然后吃看看。对，我很难当一般客人。因为我怕我的帅气就是被发现，低调，主要掩盖我的光芒。好，大街那种哇，一看就知道哦，电视台什么。对，你们不准动，是，你们不准动，不准动哦，动也不准动。啊好，偷拍视角。哎，你自己小心一点点，不要被骂。我会不会穿太漂亮？那要点什么？他什么厉害啊？我看网络上好像就是他炸春卷一定要点，还有一个什么米牛卷吗？啊，这，哎，冰造。好，哎，老板你好啊，那个米的鸡卷，这个礼拜的奖品啊，哦，啊，你们推荐什么？网络上学米牛呢，米牛呀，然后炸春卷也要吃。开店多久了？时间了？1920年了，很久了。对啊，那我小学2年级哦，1999，20几年，哇，哎，已经这么久了。哎，这是我们的吗？好了，好了，奖品。老板，你有推荐要加这个酱汁吗？看个人的喜好，好不好？买到了，来了。我们会不会买太多？没有，我们原本是想说，我们就吃米牛跟炸春卷，然后我们又被那个米麦卷吸引。因为它的米麦呢，它上面是有 cheese 花生 cheese 跟花生，感觉很好吃，就又再多买两个。对，找个地方，就旁边。旁边路边吃喽。好，来。好 ，OK， 这个是炸的春卷，大家先吃炸的，对不对？小腾腾，好，来丰田，一人拿一个，球球，丰田先吃。炸春卷有这么大吗？就是我
我们之前是不是有在那个汉西夜市吃过，有点类似，只是汉西夜市半煎炸炸春卷，这感觉好脆。还没吃到里面，包了很多层，而且它一层皮也有一点厚度，它饼皮的存在感好强烈哦。对，真的是比较厚，然后我觉得它飞盆没有炸到的地方，它有一点让我觉得很像葱油饼的饼皮的感觉，有很多那个高丽菜，高丽菜的甜很明显，还有加一点那个韭菜，哦，就带出一点香气。不可怜，像打此时大客车经过，对，讲够死性，好好笑哦。哎，大家的皮很有特色，嗯，对，它那样感觉得出来它的那个弹性，里面是弹的，对，因为它感觉只有表皮是有炸，然后里面还是保留了那种润饼的感觉，啊，对，润饼润饼，对，我们想说。炸春卷里面的料应该就会跟一般润饼卷一样，就是比较像简单的过程。来，走，来，这是此时又一台摩托车经过。你好啊，你好，我们是时尚玩家。它里面吃起来很像，比较像水煎包，水煎包里面包的那种韭菜、高丽菜跟冬粉那种混在一起的那种口感。因为它有加一些冬粉，所以会让我们觉得有那种水煎包的错觉。对，调味也比较黑胡椒那种。米鸟卷，我吃米麦卷。好。米麦卷里面是包花生跟起司，它厚到有点让你觉得像面疙瘩哦，快笑出来了。我知道它那个厚度，那感觉像什么了？像我们吃那个馒头夹蛋啊，有一点，也很像银丝卷，白白的那一层面皮，甚至会觉得它的面皮有一种老面感，嗯，有一个自己的甜味，然后里面好像都会加一个美乃滋，嗯，但它带一点点的奶味，然后我跟你讲，这个的花生香超浓，是像吃到花生糖那样，哦，吃一个会饱的，超饱。它里面也有肉松，嗯，可是那个肉松吃起来很甜呢，不知道是不是跟花生一起，跟花生吧，对啊。你以为这个是咸食？它吃起来超像甜点，超酷。丰田有点在爱它的那个饼皮，你被魔性的，这个皮蛮魔性的，嗯，很 Q 啊，而且自带甜味，嗯。因为像我有时候早餐你会加美乃滋跟肉松一起去泡，对，那个味道，那种感觉，那个味道。它的花生是一粒一粒的，不是花生酱，对，它这样很棒。喜欢它的是脆脆的，嗯，就是其他地方我没有吃到，对，它有做出它的特色，所以有些食物哦，它不是说一开始就会让你喜欢的，对，就像我的这个出道的感觉，一开始不会是注意到，但你要慢慢之后才会后面呢慢慢被发掘，像丰田也是，其实说实在，我们三个好像都是，对，而且被注意到了是不是？开始有人会知道我是豆啊，对，老板的呢，丰田与丰田，越咬越好吃，对。魔性，嗯，因为刚刚那间不能在里面拍嘛，所以我们就看一下我们摄影班怎么拍在那边，是甜呢。你们桌子哪里伸出来的？我本来就备好了。你有带桌子吗？这边是应该是一个工厂或是人家的家，那边还锁着瓦斯桶，好困难哦。困难哦。实景啊，实景啊。转眼间要来到台中东山，东山比较山，以前比较少往这个方向来，对，这边算山线。那听说这里呢也有非常厉害高 CP 值网友投稿的哦，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这个脸盆，是什么意思？你要洗澡？要洗澡？是我们带着脸盆，这边有个冰店，对，你就是反正你带你自己的脸盆来。你带多大就帮你装多少冰，是哦，真的装满买起来不得1000块啊！而且这个算是好脸盆，好脸盆，对，它这个料子算不错，对，不是薄，不锈钢。哎，这间又要我们自己问啦，自己啊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，等我们啊，等我们好消息，来，陶哥，求你哦，呀，你也在叫阮拍摄不？龙艳涵呢？我是时尚玩家，老五炸饼烫来哦，你来。哇，新材加好玩的哦！我你两个，你要讲啥话？听讲恁家拢用面汤来代冰哟。起码咱有个人版嘞，个人版。啊，你既然若要食一汤，我就处理予你啦。啊，安尼这叫个人版。哦，个人版，我讲的。差你
子哎，感觉。马紧啦，马共青菜。你敢提啦，我就敢甲你带。啊，你开多久啊？我开30多年啊。太平遐啊，中山路啊，我搬来遮才搬3个月，啊，所以你来我才欢喜的。哎呦哎呦！啊，到中岛你食饱未？食饱，食饱。吃饱了没？吃饱，吃饱来吃冰啊。有啊嘞。把这一个吃完，我们三个吃完，头脑大爆，来，开始。网友票选全台旅宿得奖名单大公开，定点深度玩最受欢迎人气奖，十大最佳露营地，各种主题的应有尽有。想知道双迷们还推荐什么旅宿吗？赶快上时尚玩家官网，不藏私清单，统统给你啊！体重汤，这是你错过时光的吗？我们呢，够追上来呢。刚好中秋烤肉啊，他们要烤肉，50个人要吃，他一个人追上来这边，赶快吃。好，来来来，第一次用汤勺挖，汤匙，巨大，它大概有10几种啊。几乎所有料都放进去了，而且有2层哦。你挖开里面还有表面，然后下面还有一层，真的。哇，它的料。它里面还有爱玉啊，红豆、芋头、荤桂、花豆、粉条、芋圆、粉圆。那我先吃。好。冰跟那个红豆还有荤桂。对。来，来，冰和冰，它被冰到了。对，它的红豆超级香的，它是保留一点它那个一粒的颗粒感，刚刚好，我最喜欢的这种口感。而且搭配粉桂，粉桂它有一个端端 Q Q 的，爽哎，爽哎！我来吃一个的米米莱木，粉条，还有粉米。哎呀，米莱木很好吃哎，精湛，精湛哈！老板娘的照片，可以。因为它的米莱木不是说很 Q， 然后让你有点嚼不断，它是有点类似像龟甲屌的那种感觉，就带一点弹。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粉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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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它的冰。我觉得也都抓得非常非常的细，好吃。它的薏仁跟它的芋圆，好了，来，好爽，好冰，哇，薏仁的薏仁香气很浓厚，然后很像外面有一层微微勾芡的感觉，它的芋圆的芋头味很浓哦，然后你会觉得它整体那个糖水很像是点缀，帮它加一点像清冰加糖水，给它一点点的甜味。对，但它所有的料，你每吃一个，每一个味道都不一样，完不是靠糖那种在那边撒吃糖的那个味道。我觉得它芋圆跟地瓜圆都很好吃，是那种吃得到原料包在里面的那种感觉的，哎呦，今仔日是要创啥货啦？哎呦呀，这是啥物？这是阮家己做的豆花，赞的豆花，无面面，无食免钱。好，好。哦，它还有豆花，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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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一碗叫布丁豆花加绿豆蒜，无食免钱。这三六二一 ，Q Q。可爱可爱，来。豆花布丁豆花，我想吃这个。绿豆蒜。对，我喜欢绿豆蒜。布丁豆花是我们以前吃那个三色布丁的那个鸡蛋口味的那种，鸡蛋味超浓。然后我之前吃到的绿豆蒜，它都会做的比较 Q 一点，也有点像粉条的那一种口感。它这个是绿豆的豆味蛮浓厚的，跟布丁豆花放在一起，它整个很像变成一种西式甜品，有那种西米露的错觉。No， 这个对你们来说是古早味，但我对我来说很新鲜，是新的东西。三步子，老板娘就来入境一下。好，还有雪花冰，雪花冰。老板娘，你怎么自己一直加？吃饭，老板娘要冲啊！你赶快吃。红豆雪花冰。哎，它奶味好香哦。哦。超奶，超奶哦。它是多年的。
对，因为它的红豆很黏，然后加上牛奶，真的有种红豆牛奶的感觉啊。对，哦，它那个有点像是你喝那种小浓的鲜奶，对对对，比较浓郁的那种。而且花生换这种不是煮过的，嗯，这种脆脆，更有口感，好搭，真的很好吃。来，再来一个豆花，这个是布丁豆花，对，这个是传统豆花，你就可以豆花，这样很明显就可以感觉到它不一样。完全不甜的豆花，很像那种粘豆腐，有没有？哦，真的，像在吃粘豆腐一样，那个豆香超级明显的那种。嗯，黄豆味很浓的豆花。对，觉得它的红豆很厉害。我也觉得它红豆好好吃哦，又绵，但是你又咬得到一点点红豆颗粒的那种感觉。哇！好，来福利大放送。哎。这么突然？哎，对，你有什么好？把这一个吃完，然后呢？我们三个吃完。酬劳，double。这一集的酬劳 double。拼啊！拼啊！我 double 拼不拼？老板娘，你发什么誓啊？你确定？我的酬劳很多，但是没有吃完的话，扣一半，好不好？还扣一半哦？你还扣一半？对啊，福利，因为我赔，我也赔蛮多的。可以啊，就是赌啊，赌啊，赌啊，真的要赌，连汤都要喝干净吗？拜拜，那我们把这要吃完了，来来来，赌下去，来，开始。天哪！现在是下午一点，我吃到点半了。来，好好好，给五分哦，你三十五分。好，不会，还好。为什么要挑战这个？因为他看不起我们啊，他是赌我们不会成功的意思。对啊，怎么可能会成功？他赌我们会放弃。脸盆呢？好喜欢跟剧中的录影，嗯，这还可以赚钱。每次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要认输投降，投降负四分之一。对，因为我们也吃超过三分之一以上，所以给我们四分之一算合理。对啊，好，我投降。四分之一。好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四分之一。